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月11日，诗篇99篇80安尼讲：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有照因的所做，甲因报应，犹阁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三个来祈祷，应答阮。搁要赦免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将来，永远袂改变的上帝，主啊。你的公义遍满全地，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律法是真实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阿耳康听我的恳求，求你照你的信实，照你的公义来应允。主啊，应允专心呼求你，因为我尊你最大。主啊，在你至圣的宝座前，有罪人拢要惊吓尿尿抓，总是我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。虽然你有照我的所做，甲我报应，犹阁你是赦免我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。祝你平安。